继续来到河北镇，即马无即个钓啊是真水的花海。河北镇公所伫咧山东路三段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花田，也即个叫阿花。伫咧新历的1月16号，阁要来举办花海牛年夜春的活动。现场阁有农特产品展售、社区成果展现、甲大型游戏器等等等。欢迎乡亲即天做伙来到河北赏花佚佗。河北镇公所连续六年举办花样和美活动，山东路三段往国道三号边啊，大约有14公顷的波斯菊花海，已经成为河北镇内一定爱去走访的打卡美景。办在元月16号的上午，然后我们很感谢我们所有的社区的一个帮忙，而且是我们在场的一个我们的理事，就是我们洪元通理事，对我们的花海节的6年来的一个支持。6年来的一个花样和美，然后让我们和美能够在这个花海节的时候来创造和美的一个观光景点。在公所在办理一些活动，我们都有捐花票，然后做公益。和美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以公益来配合我们的一个活动。河北镇长阮厚爵指出，真感谢地主洪延通每年冬景时节，拢以波斯菊的经济来起底，提供这么赞的花产景色。店长也强调，今年除了当家美丽花蕊翕相，现场阁有绝世美照票送活动，拢伫产品展售、社区成果表演、甲大型游戏器店等丰富内容。欢迎大家出来大小，小少来河北行村佚佗。2021花样和美等你哦！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河北采访报道。